今仔才收哦。哦，第一届哦。今仔干你第二届啦，前较早捌来收一届啊，收干你收无迄落啦，啊，今仔来甲人参加看。哦。啊，有迄个台拢地接人。甲你平常拢有伫收游泳呀？有啦，拢有伫收啦。每工拢有去哦。有啦。哦。那迄群的时拢有去啦，老人拢有去。叫群，甲你平常伫创啥？平常有当时啊，走去佚佗啦，去街行啦。哦。去街佚佗啦。哦。啊，甲人用迄个，用菜农业有当，创些菜农业出来，也甲人忙种菜。啊，恁家够菜农啊？哎啦。哦，真好。忙种菜种菜，我嘛不要钱，我较早掠鱼来。哦，你是掠鱼人。哎啦。所以你真牛，伊是有瘾哦。无够啦。啊。无够啦，来拢去接啦。那你这摆参加什么什么？参加蛙式啦，遐自由的啦。蛙式偌济？蛙式一个100，一个500啦。哦。啊，自由的500。哦，真搞真搞。第二届参加这个比赛是吧？哎啦。哦，真好真好。哦。第一名。嘿。无破。啊，得甲你加油啊！吼。一张新第一名。涨第二哦，一百公尺蛙式，100哦，这第一名是几岁？第一名讲80岁，跟你无介意工作不要紧，无工作，啊叫分开年龄，不，这也是冠军，八十岁你是八十。两条子伊爱骑的啊，会晓跳的，已经心中唔是啊。不要紧，你阁是冠军啦，还无工作的啦，无工作无算啦，吼，吼，啊，多谢你，哈，多谢你，哎，你的名给叫一下，啊，李清标，88岁，啊，真牛真牛，哦，你有想讲你要比赛到几岁无？比赛到几岁？到要跟人比。你跟人比，我嘛唔敢比，迄拢较少岁啦，拢。我意思讲，你明年会来无？比到100岁，安尼要搁比。哦，嘛唔知啊，家己嘛袂迄落哩啊，袂安心。你搁到几岁嘛唔知。你每工拢有游泳啊？就几工的，每年就会使来比赛啦。好。哦，咱以后每摆拢伫遮甲你翕相好唔？好。啊，阮有另外一个迄个吴永慧的，北市吴永慧88岁，他也是86岁，哎，唐晨瑶你有看到无？嘿，86岁，我嘛是第一届，我都捌伊，我都拢有甲伊记录，啊，好，来，啊，多谢你啊，多谢你。